台南牛肉汤超多间，今天要分享位于安平的阿柴牛肉汤。我真的不知道几点开始营业，知道的人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谢谢。旁边有菜单，排队时可以先勾选好餐点。这里的牛肉是现切现称，现场看到切肉的画面，让我好想赶快吃肉。大约等了20分钟，不算久。这间的用餐环境还不错，有冷气吹。上菜速度很快，我点了一盘牛舌，大碗的牛杂汤。点汤类会赠送一碗饭，大碗的牛肉汤。姜丝带出牛肉的清甜，口感扎实，蛮好吃的。牛杂汤的用料很丰富，每一口都稍微有些变化，让我吃得很满足。汤头的表现就是中规中矩，好吃但没到让人惊艳的程度。牛舌是我看网络推荐点的，味道有点像卤菜，口感很脆，好吃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喜欢这支影片麻烦帮我按个喜欢，有任何想说的话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赶快按下订阅跟开启小铃铛，我是娜娜，下次见，拜拜。